谢谢，现在到此为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演唱部分了，我们每位老师请用一句话说服现场观众为什么必须投票给你的学员哈林老师。他唱出年轻人的心声，从彷徨到有信心。谢谢哈林老师，李健老师一句话的时间。丹增唱出了不改初衷，不忘初心，不失纯真的歌声。 谢谢，谢谢李健老师，现场的各位观众，你们投票了吗？最后的时间，广告之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轮的最后结果。广告回来，我们再见。我们回到2018 OPPO 中国好声音。 欢迎各位回来，本栏目由不加一滴水的法兰琳卡玫瑰花苞水面膜特别赞助，谢谢法兰琳卡。啊，现在。 我们现在看到两位已经站在了风云对决台上，目前我们要宣布属于这二位的现场短信投票通道正式关闭。接下来，我将请上100位专业评审，请他们在现场依次给出我们他们最后的选择。有请评审团开始投票。我们会有十人一组，组成十组评审团进行投票。 请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再跟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他们的选择。目前在第一组的过程当中，丹增尼玛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在是5比0、6比0、7比0，第一组马上就要完成他们的投票了。到目前为止，第一组10位，10比0，丹增尼玛暂时领先。 第二组各位，请开始投票。现在我们看到黎真武也获得了部分的现场观众的评委的支持。现在第二组马上就要完成他们的投票了。到目前为止，丹增尼玛对黎真武是16比4。第三组有请。第三组的评审团老师已经开始投票。 目前我们看到第三组的投票过程，仍然以丹增尼玛的领先保持着现场的趋势。第三组即将完成他们全部的投票，第三组25比5，丹增尼玛暂时领先，10人一组进入到第四组。第四组的评审老师开始投票。 目前第四组的投票已经过半，到目前为止，丹增尼玛仍然保持着较大的领先优势。第四组投票已经全部完成了，总数是34比6，丹增尼玛领先。第五组请开始投票。谢谢所有的评委老师，谢谢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到目前为止，根据大屏幕上的显示，前五组完成以后是。 42比8，谢谢黄大伟老师，谢谢。目前的成绩是42比8，有可能扳回来吗？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广告之后看最后结果。回来2018 OPPO 中国好声音，鸟巢巅峰夜，现在是我们的评审投票时间。目前4比8，丹增尼玛已经进行了现场投票。目前根据我们的大屏幕显示，47比8，还在继续吗？48比8，六组已经完成了投票。目前丹增尼玛领先，第七组开始投票。 总数现场是100位我们的专业评审团，来自华语乐坛，目前为止57比10，丹增尼玛保持着较大的领先优势，现在已经完成了70位的投票，请继续。目前为止是第八组10位专业的评审团老师进行投票。
就在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关注和注视之下，目前为止65-16。让我们继续看到我们的下一组的评审老师进行投票。现在我们请最后一组的评委也往前开始投票，谢谢各位。哦，现在是最后的十位，最后的十位，我们的评审老师进行投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100位评审团老师的投票即将结束，最终成绩锁定在77-23，啊，导播告诉我是77-23，这是目前为止100位的评委的投票，但是这是占到总比分的50%。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场观众投票数的对比，请工作人员统计现场的观众投票数，并且将两组成绩，也就是现场观众的投票和100位评审团老师的投票进行各50%的兑换以后，得出最后的成绩。李真武对淡增尼玛，最终哪一位和他的导师将会共同获得2018 OPPO 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荣耀，请工作人员尽快把我们的结果送上舞台。好，我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快步送上了舞台。来，现在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有请我们浙江广电集团的总编辑江军先生上台，准备为我们最终的冠军颁奖，为各位公报。来自李真武，媒体得分23分，观众得分49206分，换算成比例之后总得分63分。丹增尼玛，媒体得分77分，观众13883分，换算成总成绩137分。恭喜丹增尼玛和他的导师李健老师分享年度总冠军的荣耀。有请李健老师步上舞台，有请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江军先生上台，为2018 OPPO 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和冠军导师颁奖。稍等，我们请丹增尼玛一起走下舞台，请将军先生为这一对冠军师徒颁奖，请全场再次为今晚的冠军一起鼓掌，好吗？也请三位导师一起上台，有请阿林老师、周杰伦老师和谢霆锋老师，以及这一季全部的24强学员一起回到舞台，共同庆贺这一季所有的导师和学员为华语乐坛的努力。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新一季招募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来年再见。感谢收看2018 OPPO 中国好声音，感谢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内容，欢迎登录老地方战略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畅听属于今夏的好声音。微博搜索进入中国好声音话题页，加入你喜爱的导师战队，解锁导师神秘惊喜，更快获取导师学员的新动态。感谢浙江卫视官网、蓝天下、中国蓝 TV、 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国际在线、天天 P 图、撒可新闻客户端、西瓜视频、 WiFi 般的钥匙、360搜索、搜狗输入法。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还可以登录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和搜狐新闻客户端。谢谢各位的观看，谢谢你们，明年再见。